人生第一次，也可能是唯一一次，能见证祖国这么伟大的时刻，非常激动，希望这次发射能够圆满成功。青山 USB 雷达轻松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。来到现场呢，我感觉这个非常的震撼。作为一名思政教师，这种幸福感获得感然后油然而生，尤其是这种民族自信心，我觉得是特别的强的。人道起落是无限。